净化自己，也圆满慈悲，好不好？谁来念一下？大家再发一次，让我们的三昧业界都能够彻底的进入我们的身心里面。所以再念一次来，不舍弃佛法，不舍弃佛法，不舍弃众生，不舍弃众生。不舍弃菩提心，不舍弃菩提心，不舍弃上师，不舍弃上师。我想无论如何，得一直保持在这种不舍弃，而且不离开极境的心态，然后来保持这个三昧业界。来，嗡，三昧耶，萨埵诃，嗡，三昧耶，萨埵诃，嗡，三昧耶，萨埵诃。是位于日本兵库县姬路市的城堡，为该市主体象征。由于其白色的外墙与蜿蜒的屋檐如展翅欲飞的白鹭，因此也称白鹭城。姬路城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国宝及国家特别史迹，也是日本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与熊本城、松本城合称为日本三大古城。尽管历经各世代的战乱与再修复，仍以其较完好的保存度被称为日本第一古城。许多时代剧和电影也以姬路城作为江户城的象征，在这里进行拍摄。来到 YNCA， 受邀前往演说的海涛大和尚，于大阪 YNCA 的心灵讲座中，为众等开示佛法的慈悲要义。请大家先翻到第一页，那你会看到庄严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一尊佛是在印度正觉塔，这一尊佛是弥勒菩萨所造的，所以这一尊佛像非常庄严。那这一尊佛像现在是属于世界不分任何教派共同认定的，汉人有汉人做法，西藏人西藏人做法，韩国人韩国人做法，但是这一尊佛像是共通的，大家都从内心里面都认为
他是因为他是弥勒菩萨所造，啊，他超越了各种宗派，这个很重要啊。各位以后不管你到哪里，人家认不出你是哪里人，就算你修得很好了。啊，医生检查不了你的血型，代表你个性改变了。啊，你可以看，这个是 A 型的，这个 A 型的特点，大家说，哎，这个是 O 型的，你还没有开始修，啊，你还有零零角角，啊，修行要让别人觉得你到底哪里来的？你说净土来的。等一下，没有个性，只有佛性；没有想法，只有佛法。啊，佛性就是我们真言宗要修行的这个佛性。啊，三昧耶界佛性、空性，禅宗里面的开悟的佛性，净土宗里面的到了极乐世界用佛性在生活。这尊是谁？都可以回答。你要说我自己的本来面目，对不对？不是光你自己啊，这尊是谁？也是对方的本来面目。妈妈，这就是你；爸爸，这就是你；回去跟你老公，这是你。我天天放着你的相片，啊，那是最美的那一份，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外表会变，会老啊。请问我们的佛性会不会老掉？不会啊。心经有没有背？等一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本来面目啊。特别女人怕老，赶快修，这个就不会老啊。你要不修啊，你美容也没用啊。所以你用佛性在生活，你就超越这些这些变化、肮脏啊，得到失去是诸法空相。所以各位要多看这一尊，看久了以后，你以后看到别人都变这一尊，这个叫什么？来，证入空性，大乘证入空性，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忘了，就是啊，《妙法莲华经》就在讲，众生只有一乘，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可以成佛，如何引导对方成佛？啊，所以而不舍弃对方，这一点是佛教最重要的。你讲，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对方有佛性。相信世界是净土，相信日本是净土。普贤恨愿品，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Thank you.
大家阿弥陀佛，海涛要在这边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中华护生协会。为什么？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牛也好，鱼也好，螃蟹也好，不分国家，不分地区。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所以愿各位发愿，生生世世不间断的保护救护各类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电视台保护生命的宗旨。阿弥陀佛。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欢喜众生得大福田，然后现在我们也要直接做下施。各位椅子下有一杯水跟米啊，等一下再拿没关系啊。我们现在要布施水米给他们，七颗米就代表无量无边啊。那这各位平常在家里，你都会做这样子的供养啊，有一些食物啊、水啊，点个灯啊放在门口。但是你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啊，为了回向给所有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以前的动机是我拜门靠拜土地公，我行李在发财啊，那这样也不错了，只是功德太小了，太自私了啊。那你同样一份东西，你为什么不想所有众生都得到啊？那这样功德更大。甘露施食，现在我们要做下施啊，甘露布施给他们。首先我们要来祈请，但是很多人我说师父啊，我们在家的人哪有功德力超度啊，你们出家人才可以啊。错了，慈悲心菩提心，特别慈悲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只要你有慈悲心，小朋友都可以，千万不要说这是出家人的专利啊，你也不要怕啊。佛经明明这样写，上面写的，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及诸人天意欲受持此慈悲方便，方便就是慈悲心啊，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包括天神，天神也希望往生净土，乃至升更高的天啊。